哦，老公，景气这么差，你还一直花钱抽烟？哪有，这才第二支。哎呀，现在很多地方都规定不可以吸烟嘞，你不知道吗？快趁机戒烟啦！我知道啊，哎，但是抽烟这么多年了，很难戒。喏，这个号码给你，可以免费帮你戒烟哦。是哦。嗯，快试试看，别再盯了。是，老婆大人，我立刻拨。戒烟找靠山，请拨免费戒烟专线0800-63-63-63。